大家好，兄弟姐妹们，今天是2月6号周六，今天给大家做个预告啊，今天晚上给大家唱歌，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现在去给车做个保养，这个车跟我已经4个多月了，已经跑了8000多公里了。这快过年了嘛，这辞旧迎新呢，人家有家的把家里卫生都搞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这我的应该把我的移动的小家我也得给它弄得里里外外让它焕然一新呢。这有一个江铃福特，应该就是他家了。我的车里有个狗，你别害怕啊，有一条狗你别害怕，它不咬不咬不咬，没事。柴油滤没有是不是？嗯，对，柴油滤没有。你就给我换个机油就得了呗，换个机油，换个机油滤就得了，其他不用。嗯、行吧。可以。嗯。然后我那个有个维修故障灯亮了。维修就是那个小扳手那个。那它换油就可以了，换油就香，就可以下降。对，完了之后你就给我换个机油滤、机油格就行，其他我等我出岛之后再多保养。嗯。八百三十。八百多少？813。走喽，近期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就得了，别的咱也换不起，那家伙太贵了，呵呵，做个全套保养2000块，完了机油滤还没有。哎呀哎，柴油滤多长时间换一次？2万，1万5到2万。那这没有货呀，怎么能？那只能下次再换可以吗？一般你正常加油，要是干净的话，可以延长。这个全合成的能跑多少公里？9000。我这车大，费钱呢。人家都加1桶，我这得加3桶。他说你上去消消嘛，那我不敢上去。啥活？不消嘛。消码，还有个码，啊啊，对，你开钥匙开到灯亮，然后踩刹车，哎，坐上去嘛，坐上去，钥匙开到灯亮就行了，踩住刹车离合，刹车离，刹车跟油门，刹车油门，刹车和油门，刹车油门踩完，两个都踩完了，踩完了。没事没事没事，它不咬。啊，这个灯亮了。反走了再闪。对，闪了。就可以了。现在再闪。闪了呢。啊，闪了。闪了可以了。可以了哈。原来是没有闪的吧？对，没有闪。哎，可以了，上了。上了，打吧，看一下漏不漏。人家都害怕你，在车里等着啊！你不能下来，这里的油太多了，要踩一脚，踩一脚油啊！那我们就等着那个灯亮了，你再换油。等着灯亮了换油。那灯就是9000公里的灯。哦。就是保养灯。哦。它一亮的话就9000，那就可以更自由，也可以跑多了。哦。我反正是看到入口那里不是有几条狗啊，我走出去，我就管回来了，我不敢去。害怕？天生怕。这种狗是不咬人的。你妈，你说你我天生怕狗啊。啊。好了哈，谢谢啊。好嘞，车门关上，洗车。我这车呀、啊，到我手里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还泡沫呢。以前在我这连泡沫都没有，这跟我也长途跋涉辛苦了。这一年到头了，我也得给你好好保养一下了。虽然没换上那个柴油滤芯吧，等到离开三亚去海口的时候，或者出了海南岛以后，我再给你换一个柴油滤就完事了。OK 了。
这简单擦一下这是。哎呀，走了，黑妞，把车停这儿去算账。好了，好，谢谢啊，可以了，好嘞，谢谢啊。这今天又学会一招啊，每天都能学会新技能。那个仪表盘那个维修灯亮了，因为黑妞在车上，那个修车师傅不敢上车，还怕黑妞，哈哈。然后他告诉我，让我自己取消那个灯。现在又学会了。那个江铃全顺新时代 V348，这个取消那个就是维修那个灯，是油门和刹车一起踩，一直踩到那个灯闪烁，然后松开就可以了。哈哈。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是他们不告诉你的。正常的话，那个维修灯是9000公里亮一次，就是提醒你该换机油了。但是这个全合成机油大概能跑10000公里，也就是说，当那个灯亮起的时候，你要觉得碍眼啊，踩刹车和油门同时踩，踩10秒之后吧，闪烁了之后就自动取消了，然后你再跑1000公里再换机油都没有问题。哈哈，又学会一招。要不然的话，它一直在那亮着，看着还挺闹心的，感觉好像车出了故障一样。其实是提醒你更换机油。这回就可以畅快的三亚玩了。也还有一件事没干呢，得找地方理理发呀。过年了，新年新气象啊，换个发型，换个心情，去找他俩吃饭。吃完饭，然后找个地方理个发。看看这些叔叔阿姨们在这里拍鸟呢。这我跟黑妞来到三亚以后啊，感觉还不会玩了呢。这海边全都是人，然后什么公园啊又不让黑妞进，给我跟黑妞都整到荒郊野岭来了。但是我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车。这个车还不是一般的车呢，琼欧36998，这是一个政府机关的车呢，还是丰田凯美瑞，应该是老车。这车搁这废弃好多年了，前风挡玻璃都干坏了，肯定有人进去看了。你在这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有没有什么宝贝，寻一下。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破一个惊天大案出来。为什么这块放个车呢？这车是怎么上来的呢？黑妞在这破案呢，黑妞多认真，为了破案都上去了。哎，你下来，你是破案呢吗？你是找啥呢？找老鼠呢吧？这车啊，丰田 Toyota 3000。这个发动机应该是好的，这车应该给它整走啊，不应该浪费这儿。黑妞，你下来，来整那些那毛扎一身，下来，来黑妞，下来，走了，别找了，走了，快，这块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快走了，也没有我想要的东西，走了，咱俩去玩去。我和黑妞来这个地方是三亚的林春公园。这里可惜呀，公园很漂亮，只可惜不让黑妞进，所以说我们只能在这个公园边上转着了。前面就是公园，然后我带黑妞走着小路进来的，不知道这里能不能让进呢。这我跟黑妞转到公共卫生间来了，走，咱俩出去，咱们不能让保安看见。走，从这儿，让保安看见就得把你驱逐现场。咱俩偷偷在这玩一会儿得了，咱俩在这取完快递，然后咱们就离开三亚了，不可在这种待了，这地方不适合咱俩待啊，不好玩。哎呀，这家伙整一身全是灰呀、啊！这到了三亚带黑妞玩就像做贼一样，这偷偷摸摸玩还不敢大大方方的，还不如别的地方好玩呢，是不是黑妞？黑妞，我看那边那玩意儿挺好玩，走，咱俩偷偷去玩去，看。不让咱俩再回来啊、哦！让了咱俩就玩一会儿，对吧？脸大不害臊。哎呀，
滚吧滚吧，好长时间都没滚了哈，给自己都缠上了，快滚两下得了，一会儿来撵咱俩来了啊，黑妞，好长时间没这么玩了，这里不好玩啊，咱俩回家吧，走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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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这个。Thank you.